景要保存，不要有害废弃物。地景要保存，不要有害废弃物。诶，即个乡亲啊，恁唔通安尼戆戆，政府有关单位一直在厂商是用瞒骗骗保的手法来咧甲恁拐甲恁骗，等头叫伸落去吼，啊恁就知苦。中央啊，阮来拜见咱孙厂啊，去予政府国营政府甲你污染安尼，已经非常的凄惨啦。啊，即当地的民众啊，啊，迄规身躯的病，啊恁着过来甲阮参观看卖，看阮遮是啊，予政府安尼受害是偌凄惨，恁一定毋通结梗梗。野蛮区就是这里啊，这里就是开始就是野蛮区了，这里就是野蛮区了。所以简单讲，就是一条路的右边竟然是观光区，左边是一个有害事业废弃的固化厂，还有处理厂哈。好，那更贴近一点来看哈，这间房子哈，这间房子就是这间。好，这个铁皮屋就是这个他们观光客来这边买东西的地方，就在这里哈。啊，你从这条路走下来，这里哈就是有害事业线的固化有害厂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哈。好，这个是好，我们从这铁皮屋走下来，其实一点点距离而已哦。然后下来，下来不到那边看到这个池塘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掩埋区了。就从这里开始，好，这个是这个以后都会被铲平的，这个地方整个都会被铲平。